然后后来前几天不是我们浙江卫视弄了一个那个什么撕名牌在发布会撕名牌，我觉得我突然之间我好像跳出了角色，我比他更萌。我觉得我好像开始一喊开始我就上手去撕了，就是后来他们给我看那视频我都不敢看，我不想承认那是我，就一下子真的我怎么能那么汉子那么猛。特别开心，就是今天来到优酷全明星，到这儿跟大家见面。你们刚才听我讲了那么多，有没有了解到一个更全面的袁姗姗呀？有。那么我希望也谢谢你们之前以前一直对我的一个支持吧，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关注天使的城，关注关姗姗，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吧，然后也像今天一样了解一个更全面的袁姗姗吧。优酷全明星下周迎来不老女神朱茵，带你重温80后记忆深处那些经典角色，20年后再谈大话西游，增添别样感受，更有婚后家庭生活大揭秘。关注女神朱茵，锁定4月17日早8点优酷全明星。看理想另一种观看，陈丹青局部，梁文道1001夜，马世芳听说，登录优酷土豆订阅看理想视频道，看见另一种可能。